我一个朋友，嗯，山西人，哦，在山里边长大的，是，没念过书，没学问，不识字，哟，这个年纪呢，30多岁，快40了，嗯，我们两个人称得起是忘年交，呵，我呢论着管他叫二哥，呵，有一回他请我吃饭，嗯，定的是中午11点半到。嗯，我呢到时候就上家去了，他呢还请了一位陪客，哦，可是等到12点这位没来，哟，他着急了，嗯，于是呢就画了一张便条。哎，爸爸您等会儿干嘛画呀？因为他不会写字儿，哦，所以呢就画了一张便条，只能画。我一瞧画的什么呀，嗯，画了一个小人儿，猫着腰，一个手捂着嘴，一个手捂着屁股，不明白这什么意思，挺奇怪。他叠好了，打发门口的小孩去给前院那大爷送去，这位住的不远，就在前院住，就送去吧。嗯，一会儿的功夫小孩回来了，人没带来，也带回来一张便条。哦，我一瞧画的什么呀，嗯，也是一幅画，嗯，画了一个鸟笼子，鸟笼子里边有一个王八，嗯，这个王八脑袋在鸟笼子外边探着，王八身子在鸟笼子里边，他一瞧，哼，行了，咱甭等他了，咱吃饭吧。我说别去，我说我还不明白什么意思了。是啊，您刚才那个画一小人儿，猫着腰，一个手捂着嘴，一个手捂着屁股，什么意思呀？干嘛呢？嗨，我跟他说呀，嗯，午后请他吃饭。我这屁股就是午后。那他这个画一鸟笼子，里边有一个王八，王八脑袋在鸟笼子外边探着，王八身子在鸟笼子里边，这什么意思呀？嗯，他告我大概出不来。大盖儿出不来。科技有点意思。吃吧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嗯，我说了，二哥下礼拜不能陪您喝酒了哟，下礼拜啊我上山西太原演出，嗯，哎，您的老家也是太原的，有什么需要我往家里边带的话，带的东西您给我，我帮您带。二哥一听这也高兴了，嗯，太好了，你到了太原啊，你找杏干村的酸老爷，杏干村的酸老爷，那就是我父亲，你帮我带点东西，一封信500块钱交给我吧，我把东西都收好了，简短截说，转过天来上火车奔太原演出，这就走了。上了火车，嗯，我呀也没带个游戏机，那干嘛，也没带本书，哦，长路漫漫，无心睡眠。你说我干嘛呢？知音，这是知音，我拆信看看。不，你等会儿，你先别买，这不到了。知道还拆呢？你管着吗？我拆你信了，我拆你信了。没有。有你什么事？我乐意，你管着吗？碎嘴子，你是？我不管。就看词儿，嗯，拿出来一瞧，呵，嗯，我高兴了。怎么了？又画了一幅画，全是画。哎，画了一幅画，嗯，这画挺热闹。哎，都有什么呀？信的这边画着7个骆驼。骆驼知道吗？骆驼知道。不，这就等会儿，甭把7个都比划出来，行不行啊？画着7个骆驼，嗯。信的这边画了一棵大树，嗯，树杈上面落着2个苍蝇，哇，树底下，嗯，趴着4个王八，嗯，立着2把酒壶，旁边还有一个鸡蛋，嗯，这什么意思？不明白。嗯，叠好了装信封里，睡一觉吧，嗯，一会儿的功夫到太原了，嗯，到了太原奔剧场演出，嗯，演出完了转过天来在当地转一转玩玩，买点什么土特产品，呵，对不对？你说买点什么呢？嗯，也无非就是烟酒，
对，对不对？当地的特产。嗯嗯嗯。你说酒我也，北京的喝惯了，嗯，外地酒不爱喝。是。我买点烟吧。哎，这当地的烟看看啊。哎呀，呵，烟摊儿。嗯。老板，这个山西名烟，这多少钱？嗯。啊，100块钱一条。呵。便宜点儿？不便宜，就100块钱一条。你买就买，不买拉倒。不还价。也不贵。嗯。买一条吧，来一条。把烟拿过来，我想起来了。嗯，我上这儿来还有正事儿呢。什么事儿啊？上二哥家送东西去。哦，对，对不对？嗯，杏高村孙老爷嘛。没错，找吧。嗯，挺容易就找着了。好找。哎，一看这家，嗯，我走到门口，啪啪啪，叩打柴扉。不，这阵儿就不用拽了，你可以说敲门。捣乱是吧？没有。啪啪啪敲门，就别要啪啪啪了。啪啪啪叮咚敲门，你麻烦了，有门铃还敲什么？我都试试看您想不想跑这玩来了。滋妞，嗯，门开了，哦，站着一老头，年近60左右，嚯，站着。我说您是杏干村酸老爷吗？嗯，对，我是酸老爷。听您这味儿就挺酸的。我说您儿子让我给您带点东西。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东西啊。好，来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让屋里了，让到屋里来。嗯，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什么东西？嗨，你儿子呀，让我给你带一封信。嗯，还有400块钱。不，您您等会儿啊，说错了，500块。400。不，你刚才还说是500呢。我说了，怎么着？不是，那这里差100块钱呢。废话，买烟了。买，拿别人钱买烟呢？我替他尝尝好抽不好抽。人要你、啊，你管着吗？我拿你钱了，我拿你钱了，有你什么事？你老打抱不平，有你什么事？干嘛这么碎叨啊？你说，没我事。一封信，400块钱。嗯。把东西交过去，老头接过信来，打开了一瞧。嗯。看看我，看看信，看看信，看看我，你跟我儿子什么关系？点头之交。不，你们可是把兄弟，你刚可说了，这事儿不能说把兄弟。怎么呢？说把兄弟，你偷人100块钱买烟抽，啊，显着咱人品次。你这个人品就够次的了。你甭管，就这么说，点头之交。你瞧瞧这回，老头一看心，一看我，不对，嗯，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。哟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信上写的明白，哪儿写着了？是啊，你看，这个信上面画着7个骆驼，我们山西人叫骆驼有规矩。什么规矩？5个为一罐，嗯，6个为一串，嗯，7个为一把，8个为一帮。哦，这上面画着7个骆驼，嗯，就是说一把子，嗯，所以说明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。哦，合着我们哥俩都是骆驼。没这么说。我想坏了，这100块钱要破案了。我看也悬，咱得咬住了牙。嗯，我儿子让你给我带多少钱？嗯，400。虚了。不对，对，能不紧张你翻包袱吗？哎，别磨磨了，就是400。不对，500。嗯，哪写着哪写着500了？是线上写的明白，哪写着哪写着了，哪写着了？这隧道劲儿又来了，你说说。咱得假装横。你看，这个信上面画着一棵大树，这是树杈上面落着2个苍蝇。嗯，我们山西人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，叫什么呢？叫蝇子。蝇子。蝇子。如果花的这个钱呢，嗯，也叫蝇子。哦，你看这画着两只苍蝇落在树杈上面，嗯，这是我儿子告诉我，嗯，蝇子蝇子有数。哇，太神奇了。数写着500了，啊，就是400，对，就是400，
接着看呀，嗯，树底下趴着四个王八，立着两把酒壶，四八三十二，二九一十八，五十，那也是五十啊，没写着五百啊，对吗？旁边还有一个鸡蛋，嗨。是地球人吗？这确实神奇，沟通的方式很特殊嘛。大爷，咱实说吧，我拿一百块钱买烟抽了。说实话了，没关系，钱财乃身外之物。你瞧人，你多等走。嗯，我说我明儿个走，这样你晚上再上家里边来一趟，帮我带点东西。嗯、我说行，您放心吧。简单先说，晚上我要上家来了。嗯，老头拿出两个信封来。这两个帮我带一下，嗯，这个大的是我给我儿子的，这个小的是你嫂子给你二哥的。我说行了，交给我，您放心吧。嗯，你可别拆开了看。对，我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我说这里没有钱吧？不能，你这个人品不能给你钱。太对了，这样就没意思了吧？挺有意思的，这说的不好意思了都。还要脸呢，拿着东西上火车回北京。嗯，上了火车呀，嗯，烦得很。是啊，没带个游戏机。哦，知音越来越多。哎呀，你快学坏了。我拆信看看，是他们跟我学坏了。差不多。我拆信看。拆吧。我先把这大的拆。嗯。呲儿。把信拿出来，你瞧呵，嗯，这信有意思。怎么了？还是一幅画。都有什么呀？画着两个水桶，嗯，水桶扣着搁着，底儿朝上，嗯，扣着搁着，嗯，水桶上面落着两个苍蝇。我一想，甭问，这里边有钱的事儿、嗯。对，有银子。银子嘛，啊、咱知道这东西。你算什么？他爸爸给我讲一回了。是。再往边上看，画了一个大圈，画了一个小圈。嗯，大圈里边放着一个炮仗，炮仗过年放着那个炮，一点当那个炮。小圈里边放着一个蚕茧，哦，蚕蛹外面那层，知道知道，蚕茧可以做丝线的。哎，对，做丝线的那种东西、嗯、哎。这什么意思？不明白。叠好了，装信封里。嗯，把这小的拆开了，都得瞧瞧。打开了一瞧，哇塞，怎么意思啊？太有意思了。是啊，太可乐了。哎，你给说说。画的热闹。嗯，画的两只鸽子，一只鸭子，两只鸽子，一只鸭子。嚯、哦，一共四只鸽子，两只鸭子。哎呀，信的这边画了一只大象，象鼻子上面卷着一口刀。这个刀尖扎在一只鹅的脖子上，嗯，把这鹅给扎死了，鹅脖子直流血。哎呀，信的底下画着一个藕，断开了，但是丝还连着、嗯、还有一截小木炭。再往底下画着一个小人，留着一个小平头，穿着一个黑大褂，这手拿着一百块钱，这手拿着一条烟。好像有我，肯定有你。什么意思？不明白。装信封里，等着，觉也不睡了，我跟这儿等着。好，这不干熬吗？一会儿工夫到了北京了。嗯，由打北京站出来，我连家都没回，直接奔我二哥那儿了。哟，我二哥把东西接过来，行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把抽屉拉开了，往抽屉里一放，关上了。行了，你走吧。别去，别走啊。嗯，拆开看看。这。别介，我们家的信你看，有我，真的真的真有我，真有我，露馅了。不，怎么会有你？甭废话，你拆看吧。嗯、行行，我拆开，你别跟外人说啊。嗯，先把这大的拆开了，打开了一瞧，好，嗯，金子啊，交朋友还得交你这样的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嗯，你把钱给我带到了。我说哪写着？你看着，这画着两个水桶。水桶上落着两个苍蝇，嗯，我们山西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，嗯，叫蝇子。我说这我知道，花了钱也叫蝇子，是一样的。哦，这你都知道了。我们管这个水桶也不叫水桶，叫什么？叫水烧。哦，你看这两个水桶扣着搁着，意思就是水烧搁到了。嗯，
跟这个苍蝇连起来是一句话。怎么说呢？蝇咋蝇咋烧到了。挺好，水烧到着搁着就是烧到了。嗯，好好。我说那这大圈跟那小圈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嗯，大圈是饭碗，小圈是茶碗。嗯，哦，我说那大圈里有一个炮仗，小圈里有一个蚕茧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嗯，我父亲想我每天是茶里思，饭里想。哦，有一炮就是饭里想。你们家人太恐怖了，厉害。哦，行行行行行行，我明白了明白了，他叠好了搁信封里，行行走吧，别走，主要看内封，这是关键，内封有我。不是我媳妇给我的信，你就别不不行不行，我得看我得看。嗯，行，别跟外人说。嗯，把信打开了，二哥一瞧，眼泪下来了。喂，二哥怎么哭了？嗯，你看谁上面画着两只鸽子一只鸭子，两只鸽子一只鸭子，这是你嫂子在喊我。啊，哥哥呀哥哥呀，嗨，这真没法说了，这哎呀，喊你也没必要哭啊。你接着看。嗯，信的这边画着一只大象，象鼻子上面卷着一口刀，这个刀尖扎在一只鹅的脖子上，把这鹅给扎死了，鹅脖子直流血，这跟头里是一句话。怎么说呢？哥哥呀哥哥呀，想杀我了。想杀鹅了。您这个玩意儿啊。我说那这画着一个藕，断开了丝还连着，还有一点小木炭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嗯，你嫂子想我每天是长丝短炭。呵，太精辟了。不是，那底下画了一小人啊，剃小平头，穿一黑大褂，这手拿着100块钱，这手拿着一条烟，这什么意思？嗯，还别提了，我那儿子不小好，偷我100块钱买烟抽。我呀。